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M 的抖内，这民众党只要票投民进党，建议国民党票投陈昭姿，让民众党坐实绿白合，会让民众党绿的更精彩哦。我们的原职不错哦，现在选上立委已经这个会 Q 广告了哦，希望再多上几次，以后 Q 可以更丝滑一些。可是，在请你帮我继续补充之前，我要先跟你带一下，因为你刚刚其实讲的也真的就是目前你们普遍蓝委的立场，就是因为下礼拜一后天，包含了韩江他们就会去拜访民众党的立院党团了，所以像王宏威、像巧芯，他们都讲，为了防范被误会，就是你刚刚提的有这种密会啊，好像要交换条件的问题，所以不断在喊话，说这项拜会活动真的应该要公开，而且要开大门走大路，也可加强国会改革的正当性。因为这是你刚刚还讲到一半，对，我说。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做好准备，我们现在拿出最大的诚意，但有所坚持。就是假设民众党他还是要去支持游锡堃的话，不好意思，那副院长江启臣已经表达就要同进同出，绝对没有什么游江配的可能、啊。我们就是让他们变成游三配了。那游三配，一般的民众会认为说，好啊，那你民众党你愿意去支持民进党，那你就是小绿的嘛。那国民党就是做好我们监督民进党唯一的政党的责任，我们因为加大力道去制衡民进党，那这就是看民众党的选择。可是我觉得民众党现在很乱啊，大家没有发现每天都是民众党的新闻，他们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哦，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哦。当黄国昌接招的时候，黄国昌说韩国瑜有诚意哈、哦，觉得认同韩国瑜的时候，柯文哲又出招，对啊，每天都这样子炒声量。然后前一段哈、哦，我们再讲到黄珊珊和这个蔡壁如的问题嘛，坦白说，我觉得正常的主席啦，如果看到台下面已经打吵成一团了，什么谢立功又骂谁啦，然后陈志涵又骂谁，吵成一团，通常不会乐见一个政党那么多的内斗的新闻被大家讨论，一定会出来叫大家不要再吵，好，不要再吵了，那我们大家稍安勿躁。可是，我觉得柯文哲是有点默许这个状况，因为当大家一直吵的情况下，媒体会讨论，媒体会讨论，声量就会大，所以从选后到现在大概两个礼拜时间，每天民众党新闻一大堆，好像感觉上民众党真的是第一大党，因为他的声量实在太大了。那柯文哲就是借由这个机会什么拉大他的声量，也拉大他的筹码啊，让大家觉得他是非常重要的。那然后很乱。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如果按照蔡壁如的说法，他就是说柯文哲之前是在否定悲伤五阶段的否定期嘛啊。这个我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特别去 Google 了什么叫悲伤五阶段。这个梗用很多次了，我已经抓到了。你有这个、没有在那边讲过？就是否定期，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对。那他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叫愤怒期。愤怒期就是说这个结果都别人害的，所以陈佩琪谁不是一直骂国民党吗？骂小草投票率太低嘛？骂国民党骗吗？第三阶段叫讨价还价期，他们现在正进入到讨价还价期，就是说。我现在以我这个结果我接受，可是我要在这个结果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让我的利益可以更获得一些？那假设你今天已经进入到了讨价还价期，然后你又要求大家去跟你密室协商，这个就有很多想象空间呢，对不对？那最后的结果，不管你是支持民进党或你支持国民党，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利益交换来的嘛？你支持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之前有释放出一些诚意，就是说。假设呢，这个他们愿意支持国民党的话，也许一两席招委可以给民众党。我听到党内先进有些有这样呼吁，如果真的有这样做的话，大家会不会认为说其实这是换来的？你不是理念的支持，你只是换到一些利益。那如果你去支持游锡堃，那更夸张，大家想象空间更大。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说，好，我不跟你讨价还价啊，你要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然后最后就是沮丧期，沮丧期就是我都认清事实了，然后才会接受放下。那接受放下，最后就回到初衷。回到初衷是什么呢？初衷就是你民众党，你柯文哲选总统的初衷是什么？你是要推动政党轮替嘛？你是要下架民进党嘛？你觉得民进党一党独大很坏嘛？那如果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跟国民党结合，一起来监督民进党，不要让他这么专制独裁，要把你自己讲的，把国家还给人民，这才是你的初衷啊！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他的这个悲伤五阶段。快一点结束，然后回到这个初衷，不要再搞一些有的没有，有的我，你知道他最近他们讲的一些话，我真的看不下去。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柯建铭骂黄国昌，骂就是骂民众党说八个立委没有用。如果是我听到这种话的话，我很生气。如果有人民进党骂我们国民党52席都没有用，我超气的，好不好？我绝对不会跟这个党合作，对不对？连我气的，佩萱都生气了，我妈也生气，
你没有生气是不是？就怎么讲侮辱我的朋友？但是民众党居然可以唾面自干哎，活国昌居然可以凹说啊、哦，没关系啊，那个是柯建铭骂我啦哈，游锡堃还是 OK 的，就是他可以唾面自干到地步哎、欸，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我们平常看到黄国昌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好不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跟人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就是要保留一个好像可以跟民进党合作的空间，然后再玩弄大家，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我没有，我还没有选边站哦。虽然民进党在骂我，可是我还是会支持游锡堃哦，就是在拉高筹码跟声量。但这都会让人家玩久了，都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种权术或者是政客的语言。那慢慢会失去一些这个大家的支持。我觉得真的是适可而止啦。现在韩国瑜愿意去的，我觉得把握这个机会，大家好好心平静气的想清楚到底。民众党当初选总统的初衷是什么？初衷就是要一起制衡民进党。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斗内，这是 M 的斗内。民众党只要票投民进党，建议国民党票投陈昭姿，让民众党坐实绿白合，会让这民众党绿的更精彩。感谢观众朋友们不同的意见分享。跟我们拉回来讲，来讲讲游锡堃吧。因为昨天我看这个阳明哥，他其实第一时间传给我，在那时候还少少人在观看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哇，游锡堃跟周玉蔻吵起来了，所以我就立刻朝圣，然后立刻传给大家，帮忙分享他们的点阅一波了。这不好意思，其实当然。这个我们回归到原本昨天的进度，就是周玉蔻一直狂逼游锡堃说，那你如果没选上院长，你到底要不要辞不分区，要不要辞，要不要辞，他会这样问，他其实是有背后的目的，因为他有去问说，那如果他辞的话，是否可以让更年轻的例如王义川进入到国会。那也因为周玉蔻的狂逼，所以其实游锡堃连非常多次的不断在跳针式的讲以讹传讹，以讹传讹，也让周玉蔻后来气到还在泼文说，今天早上已经被游锡堃给连翻额了，前几天还遭老柯挂电话，这个我们就画一个问号哦，为什么老柯会挂他电话？那可是我比较想问的是，亮哥也讲了，就是周玉蔻很支持王义川是一回事，而且党内其实也都知道，因为游锡堃不是个咖，所以对他没有敬意。游锡堃今天早上的最新回应，他也提到了，我内心知道要怎么做，我有所决定，只是他当然现在不会公开。阳明哥。当然我认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确实没有必要变成一个争执的话题啦。对。那但如果今天以这个昨天那个节目里面的这种争吵的过程哦，其实你可以看到游锡堃院长他主要是强调说，因为就算他辞哦，那地补也不是王义川啊你们一直在抢救义川大兵，对，因为是我辞不影响王义川啊，不关他的事嘛，所以他才一直讲用以讹传讹嘛哦，然后最后那个周玉蔻就画了一只这个鹅哦，这个放在他的脸书上面哦。那我老实说，我觉得这蛮幼稚的。这整个过程，就一个节目主持人来讲哦，这个做法是不太妥当的啦。因为好像他甚至还脱口讲出说：“我政党票投给你们呢。”然后呢，难道我就不能讲句话吗？我靠！现在是怎样？连这个好像要指点民进党该做什么、哦？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让人家大开眼界啊。我只能说，当然周玉蔻女士她的这个主持风格，这个见仁见智哦，大家也不意外。所以我只能说游院长可能他未来在挑选这个要上专访的节目，来上我的节目啦，不要上周玉蔻节目啦哦，就这样好、哦，我们会以礼相待哦，至少让游院长把这个该说的东西讲完。不过呢，可能也许下礼拜他就不是院长了，所以我们就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邀他哦。好，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不管今天院长的选举怎么样哦，即便是2016年那个时候是苏嘉全选上了院长，而那个时候的王金平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第一名，他也进到了立法院。那苏嘉全选上了，请问王金平有因为这样辞掉不分区吗？没有，没有。所以游锡堃院长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国会议长就算他没有连任，他还是可以继续担任议员。这个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说，哎呀，你没选上你就没用了，你就给我辞掉。如果今天以一个所谓的尊重现任院长的概念，即便你这个席次没有办法让你稳稳的过关，但是难道你今天因为你没选上，然后呢你就得要辞掉国会议员的这个身份？这个有点现实啊，而且这个有点太那个叫做。政治心机盘算太深了哦。你说为了抢救什么义川大兵，那为什么不抢救后面那个陈俊翰呢？对啊，为什么不叫王义川直接出来宣誓？王义川现在每天说什么贺龙什么不出来道歉，我要什么每天喷你，那他以身作则嘛？你就直接现在讲
只要递不到我王义川，我立刻辞职让陈俊翰递补，因为只要王义川辞职就是陈俊翰递补。是，我觉得王义川应该要有这个 guts 这样宣誓，因为反正他现在已经当了这个党位置啊，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啦，对不对？所以而且这个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就是因为被叶元之干掉，所以才这个位置他才有的、啊。所以王义川应该也要感谢一下叶元之。对，哦，对，就是录音党的问题。没有，就录音堂没有人敢用它。不是，如果没有跟叶元之选举这个过程的话，也不会曝光嘛？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哦、所以我必须讲，就是在这一次，他们这个绿营，当然他们在操作这个所谓什么抢救义川大兵，他们内部居然还敢讲说，因为抢救义川大兵，让我们政党票比上一届多更多哦，那就是讲的一副好像他们很成功了。但我必须要讲哦，就是正因为你们的抢救义川大兵。反而让你们走向一条更危险的路，就像周玉蔻他们已经是，我觉得这已经走火入魔了。你如果今天是二月二号，比如说二月一号选举结果出来，二月二号哦，你邀请尤喜坤到你的节目，你就说，哎呀，既然你没有选上，你有没有思考过呢？为了党内的这个世代交替呀、啊，让中生代接班呐、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哦？那让这个后面这个地补的，不管一届的王义川都能够更快的来进入，而且不要忘记哦，其实王义川至少。我跟你讲了，最快应该520，就算这次尤锡坤没有选上院长，他这个不管有没有辞哦，最快520，只要那个有赖清德阻隔完成，就很有可能要递补了。因为他随便拉几个，比如说啊，假设啦范云哦去做这个行政院发言人，或总统府发言人，或者是谁哦谁谁谁哦去做这个部会首长，比如说洪胜汉哦去做环境部的这个次长哦都可以啊。就他随便拉一两个，王义川就递补啦，所以我是不知道周玉蔻女士在急什么？难道因为当然我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算过，周玉蔻在11月，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哦，王义川至少上了6次以上他的节目，好多次哦，几乎是固定来宾的一个规格、哦，所以可能他比较喜欢这个王义川的这个风格啦，哦，那就很希望尤锡坤能够礼让他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当然，我觉得昨天尤锡坤院长他也算是用他的幽默，他的这个方式来回应，他没有生气哦。其实你会发现，他就一直以讹传讹，以讹传讹。那可是他也讲了一句，他说生气的话人会变老。对、哦哎，这句话我看才是有中周玉蔻的点哦。这句话可能才是激怒扣扣姐的最主要原因嘛。对。好，那其实这个我想要来聊一聊，就当然是尤锡坤。我们刚刚讲到了，不管他在党内现在有没有备受礼遇，但是他确实一直不断的被讨论的是，有绿营的高层、党中央也在讲，就是尊重尤锡坤如果没有选上之后的个人决定是不会介入的。那我们现在也有听这么一说啦，永平姐，就是因为刚刚讲不分区名单，当然尤锡坤如果辞也不会轮到王义川，但怎么样？会联动到王义川呢？因为有这么一传，就是庄瑞雄也在不分区名单当中，这次也进去了。可是庄瑞雄是不是可能另有安排，就是有机会入阁？尤其他自己心中又很主意去当农业部长，如果移了一个庄瑞雄，加上尤锡坤就是辞掉不分区的话，哎。啊，王义川就真的要进去了、欸。之前很常在讲，民进党一直在操作什么，你们让投政党票，如果投给国民党，就会让韩国瑜进国会。你们要注意耶、欸，这个民众党的这一些立委们，如果你们今天真的要决心绿白合，让尤锡坤当上不让尤锡坤当上院长的话，请注意哦，这个政治鸡同可能就要进来了。那这个部分接下来就会抢走这个很多人的风采。可是对于监督国会。能够发挥多大的战力？一直在讲王义川，我从选前听到选后，我真的很腻哎、欸。说实在的，我对于像周玉蔻这种哦很激烈的挺绿人士哦，会用这么没风度的方式啊哦，要去护航王义川，然后逼尤锡坤辞职，因为他不是只代表他自己，他确实代表有一批民进党的势力啊，因为一从选后这个。让尤锡坤请辞啊，其选前啊，让王义川能进去，这个声浪，这个声音就一直持续不断。我认为是有心人在操纵了哈。可是第一个，大家想想看，他们有没有一点搞错对象呢？最能够达成王义川进立法院的人，不是别人呐、啊，是你赖清德啊。赖清德既是总统又是党主席，你就多把那个不分区的人。哦，多抓几个进去内阁，他是不是
王义川就可以补了。所以那个跟游锡堃辞不辞本来就是两回事，对，对不对？尤其是说我们必须讲民进党这次的不分区名单哦，不止很难看哦，而且呢里面一大半的人也是毫无立法院的议事经验哦。那你说王义川真的进去能怎样哦？他没进去之前呢可能就是叫做政治鸡同，进去以后呢他就会变成民进党新三宝。我现在都可以跟大家预测，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民进党三宝啊？很可怕。可能那个阳明比较资深还晓得，很多那个网友好观众朋友可能早就都忘记了，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林崇模吧？哦，那个在那个讲话之低俗哦，然后问政之没有水平哦，那么他常常在立法院闹笑话哦。那之前还有那个那个几个那个哎，是不是蔡易余的爸爸？蔡启芳啊，哎，蔡启芳，对，反正那个时候呢，他们整个三宝就是每天在立法院讲一些没常识的笑话哦。那大家觉得说啊，你问政都没有，然后你就是出来骂人，然后出来讲难听的话，然后出来搞笑，所以他就会形成立法院三宝的一个文化。那那个时候其实立院三宝呢，也是2008年后来民进党输得很惨哦，然后国民党马英九大赢，然后国会大赢的，也算是一个战犯吧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明白这个为什么用王义川的部分，你一定要去逼一个游锡堃哦。事实上，在一般选民，特别是我认为中间选民的角度，大家觉得游锡堃老归老，可是大家至少看他还蛮顺眼的啊，觉得他讲话也很温和，也不得罪人，也没有让人觉得至少他没有什么仇恨值啊。可是你如果一直搞王义川的话呢，反而你会引发反对你的人的那个仇恨值很高。那我觉得其实对民进党来讲呢，并不划算。那这里头更好笑的一点是那个周玉蔻啊，简直歇斯底里在那边骂他。你呀、啊，牛嘴里吐不出象牙，然后呢，你怎么可以跟主持人吵架？所有人都傻眼了，是你拼命要跟一个来宾吵架，他哪里有要跟你吵架？然后我认为里面讲的最搞笑一点，就是说啊，你赶快下来啊，让给年轻人啊，各位。因为我看王义川呢、啊，我基本上因为他头发掉的比较多，那我就不愿意以貌取人呐、啊、哈。我说，哎，看他长相不大像年轻人，我特别去 Google 他。大家知道王义川几岁了吗？几岁？他1972年生的，他51岁了耶！哦，51岁，现在在民进党就号称年轻人呐、啊。年轻人进。那我就要讲哦，确实哦，这次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的平均年龄比国民党年龄高哦。像以前大家都讥笑国民党叫做老蓝男，现在呢已经变成老绿男了，因为连你们说叫做年轻人的王义川呢，都已经是51岁了，这叫年轻人。先请阳明哥帮我分析，因为他对立院办公室真的是有所研究，我们之前电子媒体也跟过他好几波。我们先谈一谈这个立院办公室为什么最近掀起讨论。当然上礼拜我还记得我们在讲的是韩国瑜刚好抽中了高嘉瑜的办公室要进去，那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子高嘉瑜办公室就开始备受讨论。高嘉瑜也喊出来说他承接的是原本国民党的不分区柯志恩委员的办公室，他说是不是因为是不分区啊，所以呢他都没有再好好的整理这间办公室，说他的办公室里面又整所有的漏水啊、壁癌等等一大堆没有整理。柯志恩也反驳晒出了照片，说他接手的时候他还重新粉刷，那颜色也漂亮干净又清洁，都有去做，4年来也没有遇过漏水，到底这个有没有整理跟不分区有什么关系啦？其实他的办公室不是问题不在这边啦，对哦，他的办公室有整修当然很好啊，那个弄得很漂亮啊，但因为每一届哦，就是立法院都会给这个每一位立委哦，就是说你到这个办公室之后有30万元的这个整修的费用由立法院帮你出啦，哦，就是人民买单啦，所以呢每一个委员他进到这个新的办公室，他们就会做自己的格局的一些设计哦。那高嘉瑜他这件的问题是在哪边呢？他是一个助理的区域跟他委员的办公室是分开成两间哦，它是分开的，然后所以很多人讲他那个叫 penthouse， 就是他的
双层的感觉，因为还要走楼梯上去，它还有一个阁楼，它是楼中楼的概念哦。那所以他的委员办公室在上面，而他的这个助理是在下面一间这个方方正正的一个格局哦。那所以他的问题在于说，从第七届到第十，现在是第十届哦。那每一届刚好使用这个办公室的抽到的人呢，都在隔届，不管有没有被提名，有没有这个竞选，最后都没有连任成功哦。包括高嘉瑜自己在内，这个魔咒已经从第七届叫于天，于天他被提，那个时候他是被第八届他是被提名为不分区到第十四名，那时候人家还说这是安全名单，结果没有啊，结果掉了、啊，而且刚好他就是落选头哦，这是于天的状况。然后呢，这个接于天的位置的是原本是台联的林世嘉，嗯，那林世嘉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他是因为林世嘉是因为这个自己跟党内有一些这个冲突，虽然说那时候他们讲说讲得很好听，说是因为两年条款，所以呢这个离职，但是林世嘉是比其他的这个同党的其他委员更早离开哦、嗯，所以他是跟党内有一些这个冲突，后来他就离开了，所以呢他连立委一任都没有，这个连原本预定的两年都没有做完，后来呢就换周尼安进去，那周尼安哦，他本来也有继续竞选台联的部分区，也没有，那后来台联就泡沫了嘛，就没有席次。好，再来是柯志恩，柯志恩就是去选哦，上次叶元之的选区，对，哦就是叶元之就是去挑战罗志镇，哦也没有成功哦，所以柯志恩落选，然后再来就换高嘉瑜，那高嘉瑜这次也没有落选嘛，也是落选。那个办公室有一个状况哦，就是曾经有一位使用，就不是高嘉瑜啦，就曾经有一位使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人呢，跟我说呢，他们在整理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刚接手哦，发现这个委员的桌子下面有符啦。哦，真的、啊？对，就是在委员的办公桌下面有符咒哦，而且他那个格局，其实他那个格局很奇怪，很多人说很阴啦，嗯，就是说因为他不通风，不透光，他没有对外窗哦，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样的格局。那就是委员的那个部分，他助理的部分没有这个问题，是委员上面那个阁楼的那一间。然后呢，加上他，那就是有人说，哎、欸，那个里面还有符哦，所以他们都觉得毛毛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当然是立法院里面很多传说。那青岛二馆这一栋本来他的连任，就是现任连任的几率一直都很低，对，一直都没有过半，落马率很高。那但是高金委员在里面就很稳，他就一再的一直连任、嗯、哦。那像过去，比如说像谁，像吴玉生也曾经用过这个这边的办公室，像严宽恒哦，像这个林奕华。哦，你看林奕华也是这一任也没有做完，他就去这个当台北市副市长了哦。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委员在里面使用了。那不过这次是陈玉珍跟高金这两位委员是连任成功了。嗯、那后续就看这个，当然韩国瑜虽然他抽到，但他不见得用得到了。如果他院长选上，他是进院长室办公室，哎，是进院长室，他就不见得要用到。那立法院的研究室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传言啦。那当然风水我们讲风水比较好的就是青岛一馆。对哦，就是在立法院有一个天桥过去的，在青岛东路那边哦。那这个青岛一馆，因为后来出了很多县长，很多的立委都是透过那边，然后在那边待了之后就选上了县市长，所以就被叫县长馆哦。那个是被一般认为公认认为他们的那个格局也比较方正啊，那这个立委连任率也比较高的这个部分。那比较差的就是这个地下室哦，就叶元之抽到了这个中心地下室。等一下会来问问他、嗯。那这个我们就让叶元之。对，我们也先感谢一下观众朋友的斗内啊，这个是萧郎的斗内说元之来的，那今天那个会拔麦走人吗？不会，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刚叶元之一度拔麦，搞得大家很紧张，没有，他去上个厕所而已啦。对，不要这么敏感，大家不要这么敏感。感谢 TT 的斗内说，今年电玩展他就走了一趟哦，这个独立游戏区跟桌游的绿色宣传品占比超高，但没有看到偏蓝的，瞬间觉得蓝营好像只剩嘴炮。那还有我们有一个网友超级有创意，凡尔赛。他说高嘉瑜的粉喉研究室以鱼传鱼，因为高嘉瑜在传给韩国瑜以鱼传鱼。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么有梗。对，来因为都已经抽了，那我刚刚提到的是韩国瑜的新的办公室，那叶元之抽到的是我们讲三个，总共三个办公区嘛，就中心大楼、青岛一馆、青岛二馆。刚刚这个阳明哥也帮我们补充，青岛二馆也许落马率高了一些，青岛一馆出了很多的这个县长级的。那中心大楼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委员进驻。你抽到的位置原本是谁的区块啊？应该吴思怀的。啊，所以你在 B1？B1 啊，B1，我抽到 B1 了。对、哦、对。
对对，那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进去看办公室，根据你了解，办公室是应该每个委员都有编一些预算可以去进行整修的吗？其实那时候我在抽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什么风水不风水啦，只是说那时候有记者朋友建议啊，他记者朋友是认为说中心大楼比较好啦，因为那时候那边的人气比较旺嘛，然后记者比较常在那边堵人啊，所以他们是说如果创造中心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方便。那后来我是创造中心的 B1，那创造 B1 第一时间我就觉得说，哎、欸，是不是对外没有对外窗啊？就是说空气会比较不好什么之类的。然后是不是有刚刚阳明讲那个风水问题？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 B1 的其他的立委啊，像好像洪孟楷啊，对，当然有好有坏。先讲比较就是比较可怜一点的啦，因为赖品妤也在 B1 嘛，然后江永昌也在 B1 嘛，北侧的比较好一点，有分就是叶源之那一侧比较好一点。对，因为你的附近应该就是有江启臣、江启臣啊，隔壁就是赖品妤、然后还有像什么洪孟楷那些，他们都是高票连任、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应该一半一半啊。而且我们现在你说连任的人，他不会拿他的连任他的研究室就不会拿出来抽嘛，就像青岛一馆。要去抽的已经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可能都连任成功，所以他就没有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抽的，当然就大部分都是不能连任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是不是会比较不好。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努力的哈。基本上我认为这个我说真的，我对这个还没有太研究哈，因为抽签也不是我去的，抽签那时候我们是助理去的，然后我现在也没办法去看那个办公室。那应该是2月1号到任之后，可能初期来讲，我现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应该就是有一个装潢费嘛，然后到时候就请人设计一下，把它改装潢一下。那我想这个高嘉瑜，我看他是很用心的，他不知道讲的好像很神，还有阁楼，还 VIP， 还独立空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啦。应该我们大概不会像他那样了，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就尽力了。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其实办公室大家就问一下，比较关心的还是说，那你接下来你到底要进哪一个委员会？这个是反而是我比较常被问的。那我初步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想要进就是教育文化委员会，这符合你的风格啦。因为我是搞教育的嘛，我们是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这个志业，一生的志业，所以这个好，我看到那个佩萱，而且那个委员会还要管 NCC 呢，NCC 又是交通委员会，教育交通对对对，是 NCC， 但是 NCC 新闻局的时候在教育哦，所以现在管到交通去了，对对对，但我们还是可以去问他了，就交通委员开会的时候还是可以去问他，因为据说陈耀祥每一次有委员会他有出席的时候都是最热门的，不分委员会每个都要去骂他提款机，对，非常热门，我们一定会去一定会去。不过交通这次太急了，我听到所有国民党年轻的除了你以外就第一年轻的，然后第一次进的，我问到目前为止通通都预备要去去交通，都希望对，那这样子就可能要抽签了，问你进不去啊，对，他有积分制啊，对，那洪孟楷就是洪孟楷已经在里面了，他已经对呀、对对对，所以他能够释放出来的名额就不多了。也跟大家分享徐巧芯的第一志愿，他自己最想去的是国防外交啦，所以原先有人跟你在竞争教育吗？比较少。那我觉得大部分都现任的。我觉得去教育有几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像108课纲，我认为如果有机会立委可以有影响力的话，那这个部分应该要改一下。对，108课纲的问题。那108课纲的问题，除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历史啊被搞得很扭曲，他把中华民国的历史把它拆成台湾史跟中国史，好像两边是没有连结的，就说我们台湾他直接中华民国过来就是民国38年的，那就是断掉了嘛。我是觉得说你对于国家认同，不管你是支持统一独立或者是你是支持台湾共和国，那随便啊，那不是随便，就尊重你的看法，可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历史扭曲啦，好搞到好像我们的祖先是看台湾最早来台湾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祖先。那最早来台湾的人是南岛语系人啊，所以我们的祖先是南岛语系人，这个合理吗？这不合理，这就是我们的课纲把它变成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像礼义廉耻什么都被拿掉，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就不懂尊重人，他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要干嘛就干嘛。我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也发生了几个事情跟校园安全有关，校园安全有关追根究底就是大家失去了尊重嘛，像后来不是有发生，就是有国三生他在网络上买那个弹簧刀，他要看看说那个锋不锋利，所以他就直接割他旁边的同学，然后割了十公分，就那个被割手那个家长气炸了，说你干嘛割我的儿子？他说没有，我要试试看这个刀锋不锋利啊，就是很多荒谬的事情，那可能跟那课纲都有关系。
所以像校园安全的部分啊，还有包括就是像双语教育，现在做的有一点，也是做到 有一点，我觉得揠苗助长。比如说用英文来教数科，用英文来教三步上篮，结果大家根本失去了学三步上篮的乐趣，只学会了三步上篮的英文。这些我认为初步来讲，在教育委员会我们都可以推动。那另外像文化部的部分，比如说公视的，大家们觉得公视、华视现在都很绿啊，还有文化部的资源，他所给的人是不是都是比较偏绿的？偏绿的导演或者偏绿的厂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来做的事情、啊嗯、那办公室真的比较少讨论，真的讨，现在大家碰到面讨论比较多的是委员要去哪个委员会要做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常被讨论，就是以后大家要集体作战，对，就是说不要单打独斗，因为如果说十几个人大家针对一个议题猛烈攻打的话，哇，那行政机关他会比较怕，比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效果来得好。好，这是我们最近比较常讲的事。对，那永平姐呢，其实你上一次当立委的时候，后来到现在其实也历经了不同的人经过你之前待过的办公室，但是同一个号码的最后目前我看其实是王定宇来接手了。那这个位置急不急我不知道，可是其实刚好永平姐刚刚也提到的是委员会大家抢着，有一些热门，有一些是比较相对冷门一些的。对，其实我到今天来你们节目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这个隔这么多届，我是第五届、第六届的立委嘛，那现在这次都已经到第十一届了吧，对不对？中间隔了那么多，而且这里头还涉及到我们那时候200多个立委，然后整并为113，所以那个委员办公室都扩大，所以究竟王定宇跟我同号码，可是他是不是原来我的那个位置、嗯、哦，我不知道。可是呢，讲到这个办 立法院研究室呢，就让我感觉说，哎，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热烈讨论风水。因为哦，我讲实在的哦，政治人物多少都会被很多这个风水啊、算命啊什么这个江湖人士接触了啊。可是呢，至少他们都是根据你个人，他并不会整体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对全部的人都不好，或者全部人都好，因为政治人物他个人条件还有个人的命运啊，他你那几年在选举的时候，你有没有正在走大运啊？或者是你当时好什么有算紫微的，你当时走到一个什么星，或好或坏，大部分都是从个人来看了、啊、哦。那我当年在立法院的时候，我比较看重的不是风水的问题啊、哦，我那时候确实在青岛医馆，我很喜欢，比中兴大楼喜欢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兴大楼人太多了，所以每一次电梯都要等很久啊，真的三步都不够。那时候我随便要跑去中兴大楼找一个这个委员朋友，或者是陪、那个跟他们开个记者会，又什么，每一次都是为了等电梯，我觉得我的心脏病都要发作。可是呢，因为立法院常很着急嘛，一下子动员假动，尤其三党不过半的时候，我们连那个朝野协商或者是一些法案预算协商的时候，都会忽然动员。那青岛会馆哦，医馆有个莫大莫大的好处，就是说你不管在几层楼，你都是可以直接爬楼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立法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你要跟好朋友在一起。那我那时候我觉得很运气的是，我会从政呢，其实跟我的闺蜜陈文茜蛮有关系的。如果不是我在纽约认识她，我当然没有办法走政治这一途。结果她跟我同时在第五届选立委，结果她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旁边，所以，陈文茜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就在我的研究室旁边、嗯，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比风水更重要的好位置，对，比风水更重要的组合。而且我们在议场的时候的座位呢，也刻意的就坐在一起，对、哦。所以我就觉得在立法院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同志，你要觉得无道不孤，对、哦，你不要觉得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打单打独斗。尤其是哦，现在我们当然越来越看到国会这个战神啊，那个这个小辣椒啊等等的，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立法院不是靠你一个人能成就的哦，所以你一方面非常凸显自己问政的形象以外，你一定要呢广为结交好朋友，而且要不分党派、嗯、哦，有一些跨党派的，你只要
在议题上你觉得能合作的呢，还是要尽量去合作，那样子才有机会啊，在这种三党不过半的时候推动大的法案。像我现在就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那个时候不分党派的女性立委，我们共同通过什么呢？我们共同通过的那个思想非常老旧，民国十九年就定了的民法亲属篇啊，我们把女性财产啊、婚前财产、婚后能够继续主张，以及离婚了可以分到财产的部分呢，重新做了一个很大的翻修，给你女性权益做了很大的保障。那另外性骚扰防治法也是我们推动出来的，我觉得这些部分很自豪。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